岁来。王爷，地主游志斌啊，甲阿仙啊吼，在经营电厂的生意啦。啊，今日请示王爷哦，是因为阮合作的电厂哦要开始起啊。啊，唔知哦，有需要注意什么代志无？啊，请王爷哦，甲地主支持。杨生，你甲李生是上好的结合，你爱好好啊把握。你嘛会当守着分开建立我。王爷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王爷讲你会愈来愈好啦。啊、哦，啊，那咧，请问王爷哦，啊，地主未来爱注意什么啊？未来方向，本府建议以土木建筑为主。所以，阮拢无经验咧。贵人已赴，无事烦恼。哦，是，多谢王爷，多谢王爷。周秀敏女士，你为团长接待之事而来？是啦，王爷。信禄哦，甲李修神一直拢真拍拼咧做人，啊，不过拢无成功，请王爷赐李修神有厚待。李生，是王爷。李生命中注定有厚。请问王爷是查甫还是查某诶？千金是查某诶，有就好啊！多谢王爷，多谢王爷。靠近我。王爷，地主靠近风啦！啊，这是我甲杨丽官的生日，麻烦王爷。王爷，可心甲杨女想要结婚啦。啊，麻烦王爷甲看一个好日子。今年三合，明年六合，柯生，你的意思呢？王爷讲你今年结婚无好，明年结婚较好。全凭王爷做主。王爷，柯生意思是明年。明年开春才来问。王爷，为什么甲伊敢真正有适合？天数良缘，当然好。多谢王爷，多谢王爷啦。有事来找。王爷，地主有代志要请示。李生，本府知晓你要问啥。不必多言。我要问我结拜兄弟。命来有时终须有，命来无时莫强求。五。秀敏，金宝，你先回去店的，我甲斌哥阁有代志要讲。好啊。李老板，你先试坐坐，食食，感觉安怎？不不，在王爷面头前，我咧学白问啦。李老板试坐坐的。唔知啦。试坐坐啥物件？食了我先留一个。桂林在何方？桂林在干净。熊哥，王爷讲的桂林就是你哦。但我未晓起厝哦，我是什么桂林啦？不过王爷，现在爱阮为这方面去做啊。哎，恁两个啊，这敢未甲迄个阮阿妹某有关系？
对吼、哦，哎，顺好是建设公司呢，啊无吼、哦，咱找一下时间，还有工作来讲看卖啊嘞。哦，哎，苹果，今天大天气嘞，可不可以麻烦你甲金峰去关心一下？哦，好好好，无，上哥，我先来去卖药啦，哦，啊，恁坐，啊，应该。拍摄。亲啊，人有都无爽快无？无，足好诶。哦。阿公啊，我即届起价偌久啊？半点钟。有进步。啊好，迄个去外口行行，呼吸新鲜空气啊。是啊，阿公代志要甲恁阿先生啊讲者。哦，好啦，那呢阿姐我先来。拜拜。你要问迄温豪的代志，现在王爷不要问。王爷不爱甲你解释，一定有伊的原因嘛。我是感觉讲吼，你的兄弟够活的，够活嘞。那呢是还袂够灵哦。你先来甲王爷讲。我甲王爷讲，温豪。那是真正发生意外，希望王爷把阿豪带离伊身躯边。对啊，就是安尼啊。啊，你兄弟若正经安怎，王爷一定会甲你讲，伊即马人伫我身躯边。伊若是我呢，嘛是我知影。也平时摆咧等我的消息，我唔知要安怎甲讲。王爷安怎甲你讲，你就安怎甲讲啦。哎呦，啊，王爷若正经甲你讲，一旦已经过身去啊。我问你咧，啊，你厝边那家伙无阿囝讲，啊，了解无？无回答就上好回答。咱同起码嘛有这个无阿囝一个希望嘛，卖让伊受了伤害。嗯。欧巴。